这个滑雪的小糖人看起来非常有力量，非常勇敢，我很喜欢。贴上窗花之后呢，就是代表着一个大年来了。今年呢，就是跟每年的春节剪的不一样，因为今年是冬奥年嘛，冬奥会在我们的国家举办，所以说呢，我剪了很多的就是冰墩墩的、雪融融的各种不同的就是体育项目的这些窗花，来呢体现对冬奥会的祝福，祝冬奥会圆满成功。